今天我们要来评价 Costco 五大雄心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哦，海阿星，这是马，这是田，他们是皇室兄弟。Hello， 我是这，我们三个人要来一起评测 Costco 的熟食到底哪一个好吃，哪个不好吃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挑的呢是五大熟食。其实大家去 Costco 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这个家伙，因为它很便宜，好像是189不到200块，集齐品有够抠的。但今天它不是我们的评测范围，所以我们拿到外面。我们今天呢？来看到的是这五大熟食，它其实有六大熟食啊，其中一个是披萨。那披萨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刚好卖光，哇，那很好吃哎，披萨、啊，真的吗？我没有吃过哎，那我们改天再把它就是评价评回来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准备的就是这五个东东，三个条状物跟一个棒球，然后再加上一袋东西，还有一袋东西。先从哲哲这个地方开始，哲哲那边的棒状物开始。对对对，那我为大家补，还有点那我的裤子有怎么了？东西吓我一跳，裤子。有怎么了？东西吓我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想说，我要掏出什么东西吗？我说一阵子没来，怎么变那么开放？第一个看到的是 Costco 的牛肉卷，这个89块钱哦。说到这些东西，你们常常去 Costco 吗？最近比较常，你可能会去买一些大分量的东西回家煮。是，啊，你是跟他就是完全住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完全没有参与感呢、啊？可能会去买一些大分量的东西回家煮，好，能吃就好了。其实我上个月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 Costco 你要有会员卡才进去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上个月才知道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猪大大肠，然后那牛肉卷，它中间就是包牛肉，微不吃牛肉。对，我不吃牛肉，为什么不吃牛肉？就是、交给你们，因为我吃牛会衰。所以是算命吗？因为我其实算命说我不能够吃牛肉、啊、那你还是吃吗？啊，那我还帮你吃，我管他的，因为我是亲身经历，吃完牛我那一阵子就会比较运势比较低落，我好像也不太喜欢牛的味道。好运过吗？有啊，最近蛮好运，毕竟我今天是本日寿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今天是？对，我今天生日。是啊，是我自己的财宝。你跟我一样是。七月宝宝，天秤座吧，天秤座，抱歉，啊，有个平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那你拿一块，我拿一块，我们就来评个价。那你就这块，我就这是空气，对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是不是很好吃？我不喜欢它的葱味哦，那个牛肉很香哎，我觉得。但它里面有一点点起司，它里面的起司蛮多的，我记得还有白酱。而且你看它的饼皮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到，它中间这边有点像是。那个叫做什么？有一种是包着牛排，外面有那个酥皮的，说威灵顿牛排。威灵顿，我这样会不会讲有点太高估它？威灵顿牛肉卷，我觉得大概是有这种那个感觉的样子。那它的面包是会越咬越香。嗯，来评个价好了啊，知道我们的评分标准吗？5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1到53万分，来了啊？没有1到5分哦，怎么样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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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丹丹，我先给他个3分，5分，今天最高是怎么回事？真的那么爱？因为我跟你讲，酱我都吃过哦，5分3分加起来大概就是这个分，0分。下一个鸡肉卷吗？好吧，它的另一种口味，589哎，牛跟鸡一样价钱哎，对，漂亮的。还一样，长得差不多多。这你可以吃了吗？这我可以吃，而且我超爱。可我还没有吃过，就是熟食区卖的，我只有吃过冷冻区，就是回来自己加热。对，加热。它里面的话是鸡胸肉，但很嫩。谢谢。OK， 小心小心、啊。直接来了吗？直接来，直接来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啊，饼皮真的是很香哎，好 Q 脆。它其实中间吃起来像那个，我讲早餐就会不会有点太低估它？有种熏鸡蛋饼中间那个熏鸡，对对对。但是我入口我有一种像在吃那个胡椒饼。你们有这个风味吗？因为胡椒饼里面的青葱味也很重。青葱也很重。嗯，我觉得这两款它其实。青葱的味道其实都很重，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葱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评价会低点。像我自己是可以吃葱，但是就是那个味道，我觉得又特别冲击。可是它比较特别是它里面有个白酱，那个白酱就是稍微把它综合掉。它湿润的部分跟那只牛比起来，它就是湿了很多，湿掉的湿鸡。来评个分，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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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0分。那我比较喜欢吃牛了。哎，第三个，我们来看一样棒状物。好啊，棒三只棒状物。哎，我猜，我们有牛，有鸡，狐狸，那不是吗？猪肉卷吗？猪，它是热狗堡啊啊，很 big。啊！我说那个酱呢？酱还是那个酱汁？哎，还可以加洋葱。你吃洋葱吗？我吃洋葱，你们吃洋葱吗？吃，都吃。OK。有青葱的，这什么东西？豪迈。然后它有酸黄瓜酱、黄芥末跟
番茄酱。你吃过 Costco 的热狗堡吗？啊、Costco 啦，什么 Costco？ 不是都可以吗？而且我脚麻了、欸。我觉得它的面包有点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放一段时间了。嗯哼。哦，有那么快吗？什么声音？什么鬼？好可怕！我不知道，吓死了！刚刚不是妹妹在叫吗？刚是人呢、欸？刚刚是人的声音吗？嗨，哎，它的热狗的那个里面很漂亮哎、欸。它的肉是很扎实的，嗯，扎实扎实的那种感觉。嗯、然后我们三种酱都给它加了一点点。一大袋冰棒，我还没讲，你们都吃完了。一大袋冰棒，好好好，就蛮可惜，我觉得它没有太软了，嗯，就咬咬糊掉、嗯。酸黄瓜酱的味道很强，好香哦，喜欢、嗯、黄芥末是不是？嗯，超级好吃。它的热狗的那个皮有点像德国热狗、嗯，德国香肠、嗯。它的热狗的皮不是那种软软的，是可以爆的那种。猪肉热狗再加上汽水的话，50啊，超便宜，这么大一根50，而且还加汽水，哎，在现场那个汽水可以自己倒一直喝的，嗯，而且我觉得便利商店大概是它的1/4而已，嗯，来了，给分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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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哦，44分，是是是，再来今天的第四个，这个留给最后好了，好，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，第四个呢，这个猛男扒衣服，哇，我们这边要看到的是。放了3小时粘在纸上面的鸡，不是很好吃。对不起，我们那个运送的途中花了一点时间哈。这是鸡腿、鸡胸。对，鸡腿跟鸡胸，然后蒜辣薄皮脆鸡，89块。哦，两只要89，我觉得蛮贵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刚刚买一只全鸡180块，真的是它更好吃。我们试试看。它看起来不像有辣哎。对啊，它看起来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应该不会辣。它连化开来都没有红色。对啊，因为一般人吃那个劲辣鸡的旁边，里面全部都红通通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鸡给切好了，每个人都有带一点皮。然后他说他有蒜，然后有辣，但是他看起来蒜有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他连里面，你看他连里面都没有红哎。就正常来说，你如果点麦当劳，就是外面炸完之后，你就是撕开里面那个红油片，超可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吃吃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。可能是放太久了，它干掉了。嗯，会辣，会辣，哎，这是整人玩具。大家小看了它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辣味就盖过蒜味了。你吃得到蒜味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就闻到蒜味。它辣一碰到舌尖就很突出。对，嗯、那种刺激型的，后劲型的。我白痴，我用刀背这边切。那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去吃肯德基或麦当劳的劲辣鸡腿排会更爽一点，辣味鸡腿排。应该是不管这种炸物，我觉得都要现场吃。哦，对啦，炸了放久了，它那个。汁会缩干。嗨，鸡胸肉，我爱吃它蛮好。嗯，也很干。可是我觉得它鸡胸肉，老实说干归干，跟我们放3小时，但是它不柴耶。来哦，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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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规中矩，就普普通通。哎，这个89，我真的觉得麦当劳获胜。对，麦当劳获胜，就是感受不到它的 CP 值啊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其实我看发票就知道了，加牌堡汉堡哎。我刚才在玩它，本日最贵129，然后没有附薯条饮料，没有129可以去麦当劳买，这个贵哦，一个套餐呢。我觉得它比麦当劳还小一些，但是它厚了，它厚了。生日蛋糕的切法，对，那个是那个吧，中间是里面很多沙拉耶，沙拉。这种应该就是美式汉堡，我一直不懂这种汉堡他们堆这么高是要怎么入口？对对对，超问号，没有那么大，然后就是我要怎么咬？你会看起来就觉得哇好帅，但是你当你要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困扰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喝，好。哪里入口？哦，泰式的酱啊，有那种柠檬味。泰式虾排竟然是炸虾排，好吃哎！是，我也想把它吃光那种好吃。它有一个甜甜的味道是什么？它的美乃滋是有点泰式柠檬美乃滋的，它的虾排没有很合我的胃口，我觉得它咬不到那个虾肉的 Q 弹。我点汉堡一定不会点虾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空虚感，因为虾本身。口感就是比较软，然后就没什么嚼劲，没什么可以嚼到东西的感觉。我能理解，说放在汉堡里面就有点空虚掉。对对对，就是一个空虚感觉，然后在吃菜，然后它只是一个陪衬品这样。好啊，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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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蛮爱的。天哪，2分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三，好了，看来这个评价非常的两极。我今天吃到最喜欢应该是这个呢。来，我们来评。今天大家觉得吃到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然后来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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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牛肉、鸡肉，
还有虾虾。我刚刚虽然讲了一大堆虾虾的废话，对我讲了一大堆虾虾的废话，但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今天吃起来最喜欢的。我刚一开始吃牛肉卷，我就知道说这应该是我今天最爱，所以一开始就给了5分，然后就以它为基准，然后递减4、3、2。你确定不是为了不打自己的脸？就是我都给了5分了，没有，因为我每次去 Costco 真的就是点牛肉卷。我自己觉得，其实在我觉得热狗堡跟鸡肉卷我都很爱，因为我觉得热狗堡也算是蛮好吃的。热狗堡真的不错耶。对，我是以低低级好便宜哦，而且还含汽水，所以它就是要在那个热狗可能让你赚了钱，可是要在别的地方赚你回来。好了，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去那个 Costco 会买什么样子的熟食回家。不过我觉得这些啦，跟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那只拳击比起来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拳击天下无敌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集。哎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，也别忘了去订阅黄氏兄弟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们现在是3个人，这样评分那个小数点很难算。加油，干巴喽！